应该我住了16天吧，五百多，基本上一天三块钱左右，三十，差不多，反正一个床也便宜，那可以。
拉我母真柔他错
没有。我的路桥也是呢。你这是哪个桥？哪个？我的桥也是。那是哪个？那知道什么？哪个的啊？哪来？哪个桥？下吧。还有十八个。这都没有人去。在后面桥。哎呀，不想走。还几点钟？哦。几点了？二十三。还有。二十三了。还有七分钟。有条骑马舞吗？那儿半光青年队一样。哎呀，花花，花花，我走了，你先我走了。花花。他其实出去耍了一圈儿。你抱着他耍了一下。跳哪个？跳了。你们跳哪个？这时候想下雨，他不下。红旗，他在那边后面，是吧？他去了，反正在你屁股后面应该。老牛。Hello， 美女在哪？好久没看到你哦。जिस धरती ने तुझे जना है, जिस हरियाली से सांस मिलती है। युवा, कम रे फाइन, 选音乐嘛，有可能选王清那个，那个跳舞。看不到吧？会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上面看到上面。我看到下里的。不会，不会叫的。他喜欢小朋友。Yeah!
况轻要的要准备了应该。
去体育馆了，我不知道。你们去不去体育馆了？他说我们去。声音都变了吗？我的那个熬夜。熬夜让我糟了，声音都变了。这个是包包吗？这个是。对呀、啊。太厉害了，你拿个扇子。刚刚有人扇我的扇子，没有放回原位，我还到处找。用了也不放回去，没有经过。快点放一下啊、哦！走。哎，对。拿扇子。我准备收了，我去开车开去体育馆。